有几个宗旨？把这个说弄湿湿的。好，可是他说为什么我是要写上这一组？对对，你要下去解释一下。Fuck you！ Fuck！好，简单来讲呢，简单来讲呢，我们知道了。一个 ，Hello， 一个侄子，几克？不知道啦。这样，反正我们在试。一个侄子，一个，一个侄子几克？一个侄子，一个侄子几克？哦，那个六乘十的二三次方分之一克。哦哟，头痛呢。这是数学啊，那我们来反过来，是不是一克等于几个侄子？六乘十的二三次方个侄子等于侄子乘以摩尔。哇，这样懂吗？天宇最聪明了。好，也就是一个侄子的重量是很轻很轻很轻的，你轻到几乎没办法量。我说不。但是我们一堆之后就可以量它，原来是一克。好像没有道理。是这样加重吗？这样子懂吗？这样懂吗？所以我会在乎几个氢，几个氧，几个这东西吗？哎，对，科学家他一开始怎么量那个六乘十的二三次方的那个？啊，是真的，就是拿显微镜，然后拍那个量，然后就放一滴，然后就一个打下去，然后就飞走了。好，陈耀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，大家同学可以回去查一下。陈耀的意思说这个。这个一摩尔的这个东西怎么来的？为什么知道是这个？一定是有一个人叫摩尔的，对不对？不是不是，那个人叫做亚伯加爵。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学怎么写？学。学。哪个学？哪学？学的学怎么写？学还是学？学习，向林学习。说嘛，绝类的绝，向林轩宇学习的，反正翻译的不用，是伯爵的爵吗？伯爵的爵，伯爵是不是？啊，不用手机，绝类，不用手机，我不想查，不可以啊。哎，你这些懒人，这群懒人。啊，亚伯加爵常数，这亚伯加爵肯定找出来的，真的去找出来，你看找出来啊。那所以你们回去之后查一下，我知道怎么写了，去查一下。我查到了，你查到了，它是长这样，快疯了啦！我有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了。假设现在有个东西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但是呢，我知道，它里面有，总共有三个侄子，四个中指，球体积多少？好，我把这东西给他这么多个，六乘以十的二三次方个，全他几克？七吗？七啊，对，七克，没有错，就七克。很聪明啊，对不对？就七克，懂吗？所以我问你啊，一克的一摩的碳原子几克？一摩的碳原子几克？是七克。啊，不是，让我看看一摩尔的碳原子十二个，好，那一摩尔的氦原子几克？氦，哇，氦在哪里？氦原子是14克，一摩尔的铜原子几克？63.5克。OK， 63.5克。那位先生，你几克？在干嘛？那现在我们请，请冠你回答一下，一摩的铁几克？那边有个山头，看到了吗？去跑一圈。陈宇去跑一圈。我没笑。一摩的铁几克？上课的时候麻烦哦，拜托尽量把心放在这边。那如果大家一回答一个事情不清楚的时候，一定要麻烦现在在讲什么，为什么我不清楚，而不是继续发呆哈。你继续发呆就永远都不知道。
好，下面同学可以告诉他说，乙木和铁几克怎么查？它下面有个原子量，它写的5.85。所以乙木和铁几克？等于5.85克。啊，就是55.85克。因为在对对，他刚讲56克。哎呀。啊，因为在自然界取铁的时候，你会取到刚好都是原子量是56，多了一点，你的百分比出现了，哦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同时也会取到中子数多一点，有中间取到中子数少一点。你有在，你有听懂我意思吗？好。然后那一摩尔的铝几克？铝多少的？铝4。没有，他是故意的吗？啊？你找到铝吗？多少？阿伯，26.96。26多少？98。98，乙木的铝26.98克。嗯。啊，乙木的金几克？哦，科长啊，一九七。哦。OK， 没有。乙木的。一九七。啊，乙木的。一五根。乙木的汞几克？汞不能这么。乙木的汞几克？哦，200.6。你刚多少？200.6。OK， 200.6，好。这没问题了哈，所以墨水也清楚了哈，墨也清楚了哈，分子量清楚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知道，所以元素分没问题嘛，我们知道拆开它里面有几个字几个中，我们知道。同样的，同样的，现在是一个 H2O， 这是一个分子，这是一个分子，这是不是一个分子？是。为什么它是一个分子？因为它是有垃圾。原子所组成的。它有稳定的状态。OK， 它是由几个原子所组成一个稳定的形态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分子。好，请看乙木的水几克？乙木的水等于分子的差不多。乙木的水几克？16。多少？18。哦，看到了。18。我先听到答案是八，十八。我比较相信十八对数字，我常听那种不是，不是，这是民调。好，一摩的一摩的十在几克？18。赞成赞成八的请举手。好的。赞成十八的请举手。奇怪，八是谁提的？我啦。他民调了。好，他都没有举手，请举手。为什么都没有举手？因为我还在看呢。我还在看。不是十八吧？是十八啦。啊，那我看着我跟他看，没事，拜拜。谁呀？这个 H2 是 H2 还是一个 2？ 两个 H2 了，两个 H 一个 O， 两个 H 2 O。如果是两个 H 一个 O， 那它应该不是二，然后加上那就是2+16啊。是吧？哦哟，真的脑袋值钱。16是吧？是加还是？是加元素。16加吧。加元素。对嘛？多少？是八嘛？好 ，OK， 来回来，回来。所以呢，事实上我们这是一个分子，对，这是一个分子。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分子里面的所有的原子的量全部加起来，就叫分子量。这样清楚吗？清楚。当我知道一个分子量的时候，好处是什么？我要取这个克数，我就知道这是一个乙木。哦。对不对？假如我先告诉你说，哦，这边有个分子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分子量是，分子量是316。好，请取乙木。No。给我，怎么办？你看一个一个算吗？我刚不知道，刚刚就量一公。量几克？嗯。18克，在这里，分子量是316。我刚没看到。哦，那你要说一下，应该在316克。好，我只要称316克。我只要把这分子，我只要把这分子称316克，我就给它一摩尔了。多多多。是不是？好了，那我们过来看这种题目好不好？我现在给你搞混。这样子搞混了，又搞混了。对呀。哪里搞混了？好 ，C H 4加上 O 2生成 C O 2加上 H 2 O。好，我现在没有平衡，请帮我平衡一下，系数没有平衡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，简单啊，简单啊。说，哥，这不是刚讲过了？对，说啊，那个
O 前面加二。O two 前面加二。来，然后呢？ H two O 前面也加二。OK， 好。所以既然知道这样的，我要让它充分的反应完全，也就是说这边能够完全反应到这边，这边能够反应到这边，我需要这个几墨。几墨？假设这是一墨好了。我这边一墨的甲烷，我需要几墨的氧。两墨、欸、对。为什么突然没知道用橘色笔了？没有，为什么突然？哦。OK， 我需要两墨的氧，我可以生成几墨的氢，啊，几墨的二氧化碳。一墨的二氧化碳，我可以生成几墨的水。两墨的水。好。需要我需要几克的甲烷？那个传说中。你需要几克甲烷？查表啊。查表啊。刚查表几克？几克？几克？十六克。我需要几克的氧？三十二。想清楚。氧。三十二乘以二等于多少？六。氧是三十二乘以二是六十四。等一下，我有问题。一个 C， 要 C。哦，猪。我天哪！你写好像 O 哦。哪里？哦，不要理他了，包括都乱怪。好，我可以生成多少？我可以生成多少的碳？二氧化碳。二十八乘二。二十八为什么二十八？为什么二十八？为什么二十八？因为一个 C 是十二，一个 O 是十六。啊，我几个 O？ 两个 O。所以讲错的是三十二加十二是四十四。十四。总共我说他脑袋一点。几个水？没有水。啊，没有水。再想清楚。我知道了，那这个一定是23、30、30。给三十。哦。想清楚。对，三十六。为什么三十六？为什么三十六？因为两啊，不是三十六，然后加上二的两个氢，就是那就是八十，再乘一个。十八为什么乘一个？因为一个。不然当你那个可以从一个加完先乘一个碳。啊，不然的，你一比二，我跟你说，前面是一比二，我这里换课数学课了。停，同学，我听不清楚，抽象，再讲一遍。我前面是一比二，哪边的前面是一比二？你再上题给我看。甲烷跟氧的，这边是一比二，一比二，这边是一比二，啊，跟这边什么关系？我跟你说可以生成多少水啊？你跟我讲三十六，我说三十六怎么来的？因为 H2O 就是十八，然后两个 H2O 就是三十六，非常好，三十二克，来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总共多少？不是三十二吧？六，啊，三十六，稍微过来，哒哒哒，好，这边总共几克？十六加六四等于八十，这边几克？四十四加三十六等于八十，哇，是不是不灭？哇！我八十克东西放进去反应，反应完了，变成两个氢东西还是八十克，我并没有消失啊，是物质不灭。OK， 好。哇哦，酷毙了啊！好，那再做一个新的。哇！好，我们现在把铁啊，有人说非常的红色，我把铁，跟氧反应。啊，没有。这是什么？生锈。生锈，对吧？那叫做什么？三氧化二铁 ，FeO3。FeO3 要怎么发音？铁啦。铁啊！我是好。铁啊！铁还是铁。不。这 FeO。FO。好，这样有平衡，这样有平衡，这样有没有平衡？有啊！哪有平衡啊？没有。好，请平衡。二 ，O 柱全加三 ，O 柱全加三，啊，分平衡，等等，问题没有吗？为什么？等等，为什么？那后面说的嘛，他说的嘛，后面 O 还加二啊，哪边加二？后面的，加三，如果我被加倍，我加倍，跟他加二，那就平衡了吗？不是啊，我说 O 全加什么 O 下，然后嘞？没有然后了，可以，所以他的铁可以变四个铁，没有，我说没有二，你说没有二啊，所以两个。二三四成交，这样没有就平衡了吗？对啊，哇，这样六个氧哎，前面加六个就变成两三个氧哎，啊那前面这也六个氧，这边拿来六个氧，二是那个，一千，我听到，没有，我有听到你的说法，等一
这边铁加二啊，这边铁是二，这边铁是二，然后那边的 O 三前面加二、啊，对、哦，这 O 三前面加二，那个 O 前面加二，这个这位先生，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这是什么东西知道吗？手铁，这叫做氧化铁，氧化铁，这是一个分子，嗯、我怎么这边加二？哦，不行，哦，要后面再加吗？这就跟我明明有一个分子叫做 CH4，、嗯、那我不够说哦，没关系，这边加二，可以吗？CH4 这个组合，我没办法在前面加个二啊，懂意思吗？这就是一团的，一团的，我没有办法单独对个原子加多少。那我可以在后面再加一个。加什么？加一个。O。我加两个 O2。不行。我不行。啊，你这边有 O2， 我在后面加 O2 干嘛？哦，因为我可以，哎，对，这样子。好，好，来来，再快，志杰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志杰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怎么说的？我不要不要看了。哎，同学。哦，我刚讲是说把那个铁前面加二。然后嘞？不是。啊，不是。另一边。现在你已经加上去了吧 ？OK， 这个二，然后嘞？这样平衡吗？没有，那这么平衡？没有，但是如果用分数呢？分数可以啊。那我没问题。那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要想没问题，做啊。嗯。怎么样啊？如果是三个的话，我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平衡？哎，同学，就只有三个位置可以填数字，这样子平衡不了。说我的不可能的啦。不可能的。你可以用那个。噔噔噔噔。用。五姐。二三。这样可不可以？嗯，不行啊。不行吗？可以啊，就对了。这样哪里不对？四个。这样哪里不对？三个。哦，想一个聪明的办法。是这样子。哇，好棒、哦！所以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什么？寂寞的铁。是。寂寞的铁可以跟寂寞的氧反应。三漠的氧反应可以反应成什么？两漠，好吧。两漠还在氧化。没有错。反正严格来讲叫三氧化二铁啦，啊，也可以叫氧化铁。好复杂，这样复杂吗？这样清楚意思吗？没有，他在骗你今天愚人节。哦，我不要压钱。对，如果你真的这样觉得的话，你算什么老师？太过分了。什么地方？今天早一点，我说你简单说什么？他在这是今天愚人节。好吗？我们这样其实简单，就是因为这边有铁，啊哈，这边有氧，它是一个氧化铁。嗯，愚人节快乐。物质不变。那氧化铁是 F， 被那什么？F1 啊 ，F1 two 啊，知道多少 F1 哦 ？F1 就是你查表嘛，铁不 F1 哦，不是啊，我是说啊，哦，你五个环嘞，对，然后二，对，三，这是一个三氧化铁是一个分子，是铁锈的分子啊。好，那我们这样过去的话，第一个我们现在个数是一样的，这边总共两个，这边 O3 嘛，所以有三个氧，对不对？乘以二等于六个氧，这边是有六个氧，合不合理？合理，一点都不合理。这边是不是两个铁？乘上两边是不是四个铁？我们这边有四个铁，合不合理？不合理。哦，合理 ，yes。合理吗？这里快速。好，那我们回来前面好了。我把氢跟氧拿去烧。嗯、我可以生成什么？可以生成什么？哦 ，H2O。那。H2O 吧，可以生成水啊。氢跟氧可以生成水嘛？但这样不平衡。没有不平衡，应该怎么办？没有不平衡。这样不平衡啊，这样不平衡啊。但你刚刚讲没有不平衡。好，我应该怎么办？前面加二。谁加二？后面。谁加二 ？H2O。是 H2O 加二。好。这样不对，这样也不平衡。然后应该怎么办？然后 O2 前面加二。O2 前面加二。耶，好棒哦，对。陈耀这样对吗？哦，对的啦。对啊。不对，那个二要改到 H2 前面，二要改到 H2 前面。好哟。好哟。对吗？耶。这样也不对啊。这样对啦。那后面二要变四吧？哪里变四？后面变四。对。后面变。这样对不对？这样不对。但对啊。赞成不对，请举手。哦，我就不对。一个不对。哎，那边三位同学，对了，突然想到，那边三位同学在发呆啊，这样对不对？嗯，继承，这样对不对？不对吧？对啊，哪里不对？我
对。那个二 H 就在那样子。那加哎、欸。啊，那个 O 那是加，它是分开的。等下停嘛，你刚刚讲了嘛。好、哦，讲讲讲。我听讲什么？有闭眼说看。要推这个了。是这个。哦，我一直把那个 two 跟 O 搞在一起，搞、okay. 在一起，所以说。这样对啊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应该没问题。应该没问题。有没问题？有啊，哪里怪怪的？哪里怪怪的？二 H， 不是我被推嘞，可以哦。什么啦？没有，就在移动，有在骂人话。哪里？那个啊，前面那个新呢、啊？就新，二新应该改成四 H two。四 H two。感觉应该这样子。为什么？四点吗？为什么？感觉跟。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两个，哎 ，H two O， 你前面都有 H two 了，那你前面再加二，然后你旁边也是二，感觉好像是一样的这样子。我听不懂。只是。举白旗。只是看起来是那个。有点直线。他原本那里那个变成二，左边变成二，右边变成四。这边是二。这边是四，对，这样对吗？好了，老师公布答案了，对吗？答对的有奖，答对的对吗？错，错，这样，然后我们这样错，错，其实很简单嘛，我们去检查一下。这个箭头的左边，下面有几个氢原子？四个，四个。箭头的右边有几个氢原子？哇，有八个哎！这样对不对？不对啊，就不对了吧？哦，我们就检查。它的原子数就好了，这样清楚吗？哦，我也可以，我说，哎，那个 O two 啊，哎，前面的那个 O two， 对，它后面后面的，哦，它就跟氢一样，它进到水里面去了，它变成水的一部分了，水是 H two O 嘛，这个 O 本来的 O two 是两个 O 对不对？它把它拆开之后就一个就分过来，另外一个就跟另外一个水组合。哇，就变两个水，就变两个水的，就把 O 拆开成这边一个 O， 这边一个 O。有道理。这样子。这里睡着了。这边的脑跟你之前这都听不懂。啊。干嘛？没事。对。要去寻找他的真命天策。好伙伴。啊，很好。狗，这条狗急尿墙。有问题，终身、终身老伙伴，有问题的，就是停，同学停，好，假设我们现在做，我们现在做双氧水字眼，哎，那什么字眼，停，好，我们要做一个脚踏车，脚踏车是不是简单来讲是一个车身？对啊，两个轮子，就看看推一个车。这个看起来，这脚趾看起来怪怪的。
现在同样道理是，我现在有氢跟氧，我可以拆开重新组合成 H2O。我在 H2O 的组合里面是一个氧原子跟两个氢原子组合的。对不对？那我是不是需要两？你刚刚讲完，我再重新讲一次。好，我现在讲正常。我需要一台脚踏车的时候，需要一盒的车身跟两盒的轮子嘛，对不对？那同样的，我要组合成一个水的时候呢，我需要一个车身跟两个轮子。啊哈。嗯。对，我需要把这个装车身的这个盒子给它拆开。先取一个氧到这边组成一个水，再把它取出来装成另外一个水。啊哈，什么？我又装和另外一个水。你可以另外再找轮子啊，再拆一个轮子就好了。啊哈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只要两盒的轮子跟一盒的车身，我就可以组成两个车脚踏车了。老师，我要问。等一下哦，你说一个哦。啊，我们图解一下好了。好，图解吧。忘记了。只是我不懂那个数字到底是哪蹦出来的。蹦数字就是代表几个啊？好。啊。这是一个水分子。这是一个氢分子。这是一个氧原子。啊不，这是一个氢分子跟氧分子，这样没问题吧？嗯。我现在呢有氢分子。跟氧分子要组合成水，这样没问题吧？没有。可是这样数量会不会可以够不够用？够够。数量不够用嘛？啊。所以那怎么办？再放。我是要两倍的 N 重。我是要两倍的氢。五倍的氧。两倍的氢。分子跟一倍的氧分子可以组合成两倍的水分子，对，这样的问题，对啊，没问题。好，这个两个呢叫做 H2， 这个两个呢叫做 O2， 我看到好可爱的，这个叫做 H2O， 这样问题，没有问题的，好可爱，所以好像一个鸡蛋长两个脚，哪个？橘色是什么？啊，哪个？那橘色是什么？橘色就是氧啊，好，所以就是两个氧，好，大概有一个。哎，氧就把它拆开，一个给它，一个给另外一个。好了，组成两个。好了，我懂。你懂吗？ Okay, 好，愚人节快乐。好，所以这边又懂了。好，一般来讲，我们来说哈，一个任何物体，大部分的物体都可以跟氧反应。跟氧反应过程当中要氧化。我们之所以要呼吸，需要氧气。为什么需要氧气？因为要跟氧反应。打他。啊！揍你！你不要在这搞暧昧可以吗？请你把手放开。他一直弹我的手。OK， 好。为什么你呼吸需要氧气？我呼吸需要氧气。为什么你需要氧气？为什么电视的表演？为什么生命需要氧气？因为我身体需要。为什么需要？因为他真的很需要。为什么需要？因为我们是不需要用它咬你啊，就是看不需要一样。不是，你不需要它会死掉啊，但是你为什么需要氧气？为什么需要氧气？是因为氧气可以促进我的血液循环。那如果只是促进的话，那就肯定就是不需要用了。我知道了，因为。我怎么是氧气啊？哦，你好，我想要吸氮气。那是不是因为氧气可以？促进血液循环，因为血快了。它可以促进你的血液暴涨，没有。好，因为哈、哦，你看我们把木桶拿去燃烧，是会放出什么？氮氟。二氧化碳。二氧化碳哦。放出二氧化碳出来什么？那个氮气。瓦斯。没有氮气啊，哪有氮气？瓦斯。什么瓦斯？水。是水化掉的，是啊。在燃烧过程中，你不是重点在需要二氧化碳，你就需要水。对。需要什么东西？我氧。你什么时候需要燃烧？消化。火。你什么时候需要燃烧？运动。你在你一天的日常生活中，你什么时候需要燃烧？动的时候。部分。还是动的时候会燃烧？
难道什么？烧吧。燃烧之火。啊，先不要管这个身体，先不要管身体的燃烧，我们要管正常的燃烧。你一天来讲，你有什么时候需要用到火去燃烧？吃饭啊，煮饭啊。吃饭的时候，你燃烧需要什么？洗澡啊。你需要什么？需要吃熟食啊。吃熟食。三岁。三岁。这位同学。原地的话。我在问什么问题？生活中的时候需要用到火。对，那请你告诉我。加半杯西蒸。为什么吃饭需要火？你不用跟我用反问的方式回答，你只要告诉我为什么需要火。因为我要吃熟食。吃熟食为什么要火？干嘛？因为加热。来，继承你说什么？因为加热会不出去。因为需要加热。哦，我知道。消毒。是我知道，我们要呼吸氧气，是因为我们里面都在燃烧，所以呢，它要给你氧气才能继续燃烧。对，这是一个说法，没有错。耶！但是我现在在问他为什么要燃烧？燃烧是为什么？消毒。能量。做的是消毒。需要能量，燃烧可以需要，燃烧可以放出很大量的能量。哎，继承，有听懂吗？烧起来。哦，听懂了。要把火 power， 然后放到那个食物里面的。不是火的炮，是火的炮。你们记不记得我那天讲燃烧这件事情？对啊，燃烧需要三种东西，一种叫做助燃。我们那天温度，关婷，火苗，你说把烤箱给桌面。温度。啊，我们那天把竹筷子燃烧。那什么？竹筷子。好，那竹哦。好，你把竹筷子分家。分开 KK 吗？行呀，我那时候讲这个火是要干什么用的？火是用来加热。那个给予温度，给予温度，然后呢？然后接下来破坏它的结构。没有，就是破坏它的。这火是用来破坏它的结构。那所以我要破坏你的结构。你要把它破坏没有？那为什么我要破坏？先听我把话讲。好，破坏结构，因为它里面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碳、氢、氧。氮的一个组合结构，就是这个复杂结构。我们先把这些东西破坏掉，先破坏掉，破坏掉，破坏掉完之后，它才可以把碳拿去跟氧燃烧，把氢拿去跟氧燃烧，氧就直接拿出来用，氮拿去跟氧燃烧。那你懂吗？它才可以去跟别人燃烧。你又要讲，我们刚刚要讲，氢跟氧可以生成什么？氢跟氧可以生成什么？H2O 这个好不好？火苗哦。氢跟氧可以变成水，请问有听懂我氢？有。被碰到没有？有。它为什么没有变成水？因为不够多，因为湿气不够重。因为他们没有碰在一起。有，他们碰在一起啊，氢跟空气。为什么没有加？有，他们变，他们等一下。他们水有加的哦。肚子。好，你听没有？另外一个做法，加碗。等一下，我有问题。我有问题。等一下，会有竹简历而已。对。来回来，这个。蒙对的。好，这个瓦斯跟氧。烤石。我拿打火机。我如果不去打火的时候，再把它压，让它喷出瓦斯。哇。会不会燃烧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燃烧？没有燃点。没有打火石。没有燃，没有那个。没有加热，没有燃，没有打火石，没有说没有火花。没有火源，没有火源。什么叫火源？有火源啊，那打火石火源啊，只没有火花。那没有火花不就没有火源吗？它火源不就是？他刚才讲没有火花，为什么你要特别讲个没有火源？好，所以一样好。你不要用一个新名词去解释一个不知道的东西，因为我们讲你已经知道，假设你知道我说没有火花，假设你已经知道说火，你的火源就等于火花，就讲火花就好了。啊，那没有火花，对，没有火花。我没有火花，为什么没有火花？它不会燃烧。火苗，因为没有温度。好，为什么没有温度它就不会燃烧？没拿燃点。不然怎么样？好了，这位同学，起来。为什么没有温度就不会燃烧？应该瞎了。因为它没有。那个让它找到你的终身没有助燃物，这筷子，筷子可以燃烧，可以。它为什么现在没有燃烧？因为它没有火。啊？没有火花。
燃点不够，就是没有温度嘛，对不对？是没有温度关系。是。为什么没有温度，它就不会燃烧？因为它没有在那里。因为它不能让它不能让那个木停，那冠霖先讲，或者怎么样？因为它不能，它的温度不足以破坏它的结构。没有错嘛，不足以破坏结构。如果我们氢，我们氢跟氧要燃烧，我加火的原因是要把氢跟氢的键燃烧，我要把氧跟氧的键打断。破拆掉，拿出它的原子去。所以难怪要说断开环节重要，要烧火。断开环节，我要先破坏，我一定要先破坏掉，我才能拿出它的氢原子跟氧原子做组合。所以他们都有念化学。是你说。所以上次那个什么来着？就是做出特别实验，跑出瓦斯是什么？真的一些。是因为我们点燃它，把它结构给破坏掉。说什么东西，然后加上氧气。那主要是里面有跑出一些瓦斯，它在燃烧过程中它分解出来出产物是瓦斯，那瓦斯在跟氧气做反应，那它就会断开环节，啊，断开水，断开电，断开水，水啦，还有那种氮啊之类的，有啊，氟，让问题，有问题，斧头啊，所以温度是要干嘛用的？再讲一遍。温度在一个燃烧不能，温度是做什么？破坏。我们上礼拜做一个实验，不是用温度，我们用什么东西？我们用什么让水分解？哎，同学。我们用电让水分解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要让一个东西分解，其实有一个是热，一个就是电。啊，反正要给它能量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给它能量。可是我给它能量之后，你看哦，我在燃烧过程当中，我先给它一点能量。你把竹筷子点着之后，你可以把你的刀已经拿开了吧？竹筷子不继续燃烧？会。会继续燃烧，对不对？会。因为它释放出来的能量，它释放出来的能量可以让它继续分解。对。它能量够，可以让它继续分解。我用打火机把甲烷放出来的那一刹，用火花给它一点点火花，这点火花已经足以让一点点甲烷给分解掉。甲烷被分解那一刹那，它马上跟氧反应。释放出更大的能量，更大的能量又让更多的甲烷分解，再释放出更多的能量，这叫做连锁反应啊。对，所以那是什么反应？连锁。哦。火鸟。这叫连锁反应，它就一点点砰砰变两个，两个变四个，四个变八个，一直反应，它放出更多的能量。对，它的火就烧起来，对，它火就烧起来，看懂意思吗？Hello， 所以我们吃东西进去身体里面，我们是需要靠氧气去跟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一些元素做反应。可是在身体里面，你不是靠温度去分解的，你靠什么 ？Power。靠什么 ？Power。酵素。Power。非常好，靠酵素。我们身体里面是很多酵素。酵素去把你的元素吃进去的分子吃进去的肉分解，然后再看氧气结合，没有错。哇哦，会化结合靠什么？结合靠什么？一样没有温度啊，你结合靠什么？结合靠氧气啊。你需要氧气结合，但是在身体里面它怎么撞在一起？酵素还是酵素？身体里面的消化跟分解跟组合都是靠酵素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身体里面的燃烧，你需要很多酵素。哦，所以你说是让空气，然后跟氧反应，对，然后就可以放出能量，就会变成黄金，你就可以放出能量，让你的身体保持运动的状态。而且脑袋需要很大的能量，脑袋在思考需要很大的能量，所以脑袋不能一时，不能大概，你大概缺氧三十秒。脑袋如果缺氧三十秒，大概就会脑神经爆掉，脑神经就会死掉了啊，就部分脑子就死掉了。好，所以氧化实际上是什么东西？下课。什么叫氧化？下课了吗？还没有。什么是氧化？就是电我。就是鱼氧结合了。就鱼氧结合。我就知道氧化就是。你就知道嘞，那一下。我了。那我们先讲哈，假设现在讲物体，我照我要它哪里去？我们家这是氧，忘记了。我们家 A 物体跟 B 物体。哎呦 ，A 可以拿去烧 ，B 可以拿去烧，所以两个烧都可以烧成跟氧反应的氧化物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氧化 A 跟氧化 B。对。对。
对。可是，到底谁比较强？谁知道？要看啊。对，怎么看？让我们继续看一下，看谁需要的，就是那个需要最多的氧，最小的温度就能与氧结合。啊，这样子吗？看谁需要比较多氧。你答案是正语，这样子吗？怎么看？怎么看 ？Hello， 我记得有对叫活性，但是我忘活性的概念了。活性概念是谁比较强？我们现在要对氧的活性啊，现在对氧的活性。然后总是要氧结合，加热的。我看谁先。行嘛，人家自己在讲，你看我先讲，我先说。哎，同学，尊重一下。OK， 来自己的信仰。我觉得我会转班的。哎。那个就是在相同的加热条件下，哪一种先和氧结合吧？啊。相同的加热条件下，哪一种先和氧结合？例如说，氧气收缩之类的。这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判断吗？这不是绝对的，还有别的方法。我觉得相同的条件下跟就是加热下，谁比较容易？他的意思，自己的意思说，比如我先拿一个 A 物体。我点火，点十秒钟它烧起来，拿 B 物体点火，五秒钟烧起来。哎呦！现在问题是什么？现在课本里面的说法是。很轻啊。现在问题。像你说 A 跟 B 都可以跟氧反应，但是我们想知道说 A 跟 B 谁对氧活性看谁容易啊？对，容易。哎，这两位同学。头一定是那么重吗？可以到后面站着听。可以。好不好？如果站着很痛苦的话。被揍。是吧？慢慢去洗把脸。好轻啊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说。我刚，这到底是怎么样啊？活性的意思是说 ，A 跟氧反应 ，B 跟氧反应。谁比较容易反应？谁比较容易反应？谁就是活性强。或者是说谁比较想要氧气，谁想要跟氧气在一起的，这个想的比较强，那就活性比较强。能清楚吗 ？I know. OK. 好。You don't know. I know. 怎么知道呢？我们怎么知道谁比较强？比如刚之前讲说，我们就拿一个棍子，我点火。加热火苗。它会不会容易燃烧？会燃，容易燃烧，可能活性比较强。这样合不合理？这样有没有办法判断所有东西？我的火的温度是300度，跟火的温度是1000度，有没有差别？有差别，它会不会都是一样，还是会结果都不一样？然后我们在相同的条件下。相同条件做不到，假如都在1000度，A 跟 B 的燃烧，有一个是1秒钟烧起来，有个是0.5秒烧起来，在300度的时候，会不会原来比较长时间烧起来，也是要长时间才烧起来？就不一定哦，这事实上不一定啊。事实上，比较好的做法。我先介绍一下，你好，我先把 A 跟氧去反应，变成 A O B， A 跟氧反应， A 跟氧反应是 A B， A 跟 O， 对 A O 了，然后呢，我把它跟 B 放在一起，是啊。然后去放在一个高温之下，给它点火。啊！点火之后呢？如果它可以产生 B O 加 A。好，这样谁的活性比较强？冰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是金属吧。我不管了，就是物体，就是元素，不一定是金属啊，不一定金属。好，这是如果这个白铁进谁的活性比较强 ？B O 加 A。B 比较强 ，B 比较强啊 ！B 看懂吗？我看得懂。你看懂了哈？为什么？你来解释一下为什么？因为他加热了就 B 就跑过去了。他为什么 B 比较强？他就代替 A 的位置。对，他就把 A 给踢走了哈。他就把 A 干掉啊！比如说这个就是小三嘛，对，或者是小王，对不对？小王。小王取代了。那个原来的老张，老王，对，老张被踢出去了，老王被踢出去了，代表小王比较有吸引力的，对，代表小王比较吸引力，活性比较强嘛，他就是魅力比较多，魅力比较多，或者他钱比较多嘛，或者是，他说的，或者是小王才吸引，或者开超跑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知道，开的超跑，对，这样清楚吗？我不清楚，你不清楚，我清楚，我清楚，好，其实这叫还原反应啊。
还原，还原，还原一样。好，在这个我在这反应过程当中，在这反应过程当中，问一下，在这反应过程当中，谁被氧化了？不检查现在手机吗 ？B 被氧化，谁被还原的 ？A 被还原的 ，A 赢吗 ？A 从氧化 A 变成 A， 啊，对不对 ？B 从 B 变成氧化 B， 对不对？所以 B 氧化了，B 氧化的过程当中把 A 给还原了。小妹氧化了。小妹氧化了，那 A 被还原成单身汉嘛，对不对？了解了解。他变成单身汉了。了解，那 O 是谁啊？小华。O 是。小华。小华的啊。小花好了。为什么？他蛮有品的。啊，小花。为什么叫？小白啊。那就变小华了。小白。小妹阿祖。啊，这个，哎，郑宇你很奇怪，那叫郑宇算的啦。小，所以小，我怎么叫小？所以我们叫谁是还原剂？啊，谁？还原剂是 O 是氧。哎，什么声音呢？还原剂哦，还原剂是那个 B 啊。B 是还原剂啊，还原剂把 A 给还原，所以是 B 在这边是还原剂。是 B 是还原剂，它让 A 现出原形，所以它是还原。所以呢，在这边我们讲到第七题哦，在食品中我们叫抗氧化剂。什么叫抗氧化剂？抗氧化剂就是。抗氧化剂其实就是它的那个，那叫。假设在这边来讲，谁是抗氧化剂 ？B 啊。B。B 是抗氧化剂，它抗谁？它抵抗谁被还原？它抵抗 A。它抵抗 A 被氧化，它避免 A 被氧化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氧化剂是什么东西？来，现在让你们被笑了。它避免 A 被氧化。它避免 A 被氧化。所以它不是主，它不是把 A， 它本来氧化 A， 然后加了变成 B。也就是说，假如把 A 跟 B， 假如把 A 跟 B 跟氧放在一起的时候，谁会形成氧化？氧化剂。谁会被氧化 ？B。B 会被氧化吗 ？B 大于 B。对 ，B 会被氧化 ，A 不会动，因为 B 需要的氧比较多 ，B 比较需要氧，所以这时候是保持了 A 的原来的样子。可是我的问题是氧化 A 加上氧化啊，没有讲错，氧化 A 加 B， 然后你说加热会变成氧化 B 加 A。哦，赚死了，你很差哎。对，这是我们在正常加热情况下这样子。可是如果说把 A 跟 B 同时跟氧放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事实上大部分的氧会去跟 B 反应，不会去跟 A 反应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现在回来食物这边哈，我假设因为空气中，我们现在 有做个食物，我食物里面放一个叫做抗氧化剂。我加了抗氧化剂的原因是我希望避免这个食物被氧化，跟氧反应。像老鼠一样。对对对，好，现在讲不讲？假设这是乳酪好了。你在看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老鼠。它要是哎，我要拿走你。老鼠会吃乳酪，可是我想让老鼠吃乳酪，所以我就加上某个东西会吸引老鼠的毒药。我让老鼠去吃这东西，然后我就保持我的乳酪是完整的。我让老鼠去吃大的乳酪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找的东西比乳酪更吸引老鼠嘛？大乳酪。老鼠要找的东西，也许不是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更吸引老鼠。反正也许比较甜一点，也许比较酸一点，也许比较香一点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也许比较臭一点。那干嘛还要乳酪？乳酪是我留给我们人吃的啊。那有更甜的东西，干嘛留给老鼠吃？那个我忍不吃更甜的。对啊，因为像更甜的东西有毒啊，或怎么样啊，我不知道。不能把老鼠放在里面。反正anyway就是，找个东西去吸引老鼠，去吸引老鼠，然后把那乳酪留给人吃嘛。所以我们在，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老鼠啊，我们现在身上不是老鼠，我们现在是羊。我们不希望我们的食物跟氧反应，所以我们就在底下加了一个叫做抗氧化剂。这抗氧化剂的活性比你的食物来的强，所以这氧化剂会先跟氧反应掉。当这个食品里面没有氧气的时候，你的食品就不会被氧化掉了。Yes。哦。听清楚吗？清楚，清楚，清楚，清楚。好，下课。哦。等一下，我。哎。先生。那个。我不懂哎，你说氧化 A 加上氧化 B， 没有氧化 A 加氧化 B， 氧化 A 加 B， 然后氧化 B 加 A， 那你说 B 可以阻止 A，
第一个式子，我从这个式子证明 E 比 A 容易氧化。这一下很好，这是第一个式子。第二个状态，第一个状态的情况之下，我知道了 B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氧化，是一个还原剂，它可以抵抗别人被氧化，因为它自己本身就氧化了。当我知道这个情形之后，马上拿 A 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它就可以阻止 A 被氧化。懂吗？它优先对氧反应，它不会让 A 被反应。你被我放好第一个式啊啊！为什么？我说我放好第一个式。第一个式是我们用来证明说谁比较容易怀疑，谁比较活性比较大。是啊，你看，是不是他有他的？对啊，他怎么变成这个的、啊？他把就像他把氧把 A 踢出去了、啊。这个实验就是已经氧化了，就是氧跟 A 反应嘛、啊。对啊，他们已经反应了，还没有办法再拆解。当然有啊，比如我们的氢跟氧。反应变成 H2O， 这已经是反应变成氢啊，这是两个氢在一起啊。啊，为什么它可以反应？为什么它可以变成水？跟两个都变成水？我应该先把这线打断了。同样的，这个氧跟 A 反应的时候，要跟 B 反应，它要先把这线打断了。嗯。它才能够变成跟氧反应嘛。嗯。这时候是要加热的，这情况要加热。嗯。加热是要让这个界限破坏掉。懂吗？那个，讲一下。嗯。所以，假如一个，嗯，说十五是不是？对，十五。然后里面加氧化氢。嗯。然后，假如十五已经氧化了，这样。不，那就没有用了。十五它已经氧化，就是已经坏掉了。我的问题就是说它氧化了。没有，所以我在这边没有啊。我说正常来讲是把十五跟。放在一起，所以这两个都是可循环，看是什么东西。对，第一个实验在证明，在证明。啊，我答了，我答了。问我会，哎，这我会啊，我也会。真的，知道吗？真的吗？真的，哎呀，下去嘞，下去，真的。上次我还是我。